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44面，244面第三行。 最后一句看戏第三行，又会疏曰：肉眼昧裂，不见一指之外；但缘目前，思从此起，不见地狱众苦。 勤修无有，不见净土甚落；心修念淡。昨天我们学到此地会疏里头这几句话，为什么？ 我们念佛的这个愿，没有法子坚定，信心不真，愿力不切，对于种种。 这个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依然止不住。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天眼呐。如果有天眼通，真正看到地狱了。 像前面说的阿罗汉，阿罗汉有天眼，看到自己从前在地狱里受苦，还是心有余悸，依旧还冒不是冷汗了，血汗，那个恐怖的。 心仿佛就在眼前。众生没有天眼，不知道不知道看到过去堕三途的苦，也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所以天天说断恶修善。结果呢，还都是有名无实心求西方极乐世界，愿心并不切。净土往生有没有呢？真有往生也不是说没有条件的。 这个法门，易行道，84000法门做个比较，这个法门容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经论，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必须要遵守经典的教诲，经典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不能不依靠经典。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往生净土要具备3个条件：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就能往生，不在时间长短。真心切愿，一向专念，在《无量寿经》里讲的，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盈科法师，那是很好的榜样啊。传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他是个破戒的比丘，虽然出家了。 卧息期没断呢，他为什么能往生呢？虽然没有天眼，他相信因果，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多错事，依照佛经上的讲法呢，肯定堕地狱。 想到地狱里面那种苦，他害怕了。换一句话说，他要不往生是决定堕地狱。他自己相信啊，不是别人说给他听的。这就是他的善根。你看《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他具足这个善根。向同学请教，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他读了之后，每读一个人都流着眼泪，非常感动啊。 做完之后，自己就关着疗房的门，下定了决心。一定把阿弥陀佛求来，感应。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 真有决心，是真有感应。盈科法师能求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求到。他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啊！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决心，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真诚心就有感应了。佛来的时候告诉他，他的阳寿还有10年。 佛安慰他：“这个10年，你好好的用功，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就来接引你。”他也很聪明，他对佛要求：“我10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那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这他自己深深知道他的毛病。外面这是财色名食睡一诱惑，他又去犯戒了，又去做坏事，他自己不能控制，所以求佛慈悲，现在带着走。啊，佛真的很慈悲，啊，也用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佛说3天之后来结缘。 啊，他真的3天之后往生了，没有生病。啊，要求寺院里大众念佛送他。啊，大家对他讲的话半信半疑。好在3天时间很短，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大家帮他念佛，念不到1刻钟，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接我走了。”他就真的就走了。啊！那我们看他这个情形，啊，他是 危居地狱苦，而求往生。啊，知道自己要不能往生，肯定堕地狱，这是他的真善缘。他相信因果报应。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 啊，往生的条件，发菩提心。啊，这是48愿第19愿。他发心，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意愿就是无上菩提心。 真心切愿呐，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啊！啊，你看，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修净土的同学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读《无量寿经》，经要读不懂的话，要听讲。这一部经，过去我们讲了10次，每一次好像都有啊，早年是录影带啊，好像有录影带。 啊，用大机器录的，啊，可能这些录影带的时候都已经转成光碟了，啊，这些年这些机器不断在进步，在改善，所以品质是越来越好，啊，就听一部经。 一句阿弥陀佛，不必去问任何人。一定要断恶修善，改过自新。 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功啊！如果自己什么都没有，单单靠别人助念，有没有成就的？有。什么人呢？过去善根深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这个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业障极重的人，他根本就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还有你无始今生的冤亲债主要找你麻烦。 啊，这些人障碍你，你要不是真诚心，你不能感动他。啊，这些事情，过去我们在新加坡，啊，居士林老林长林光别念佛往生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 啊，他的往生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几位出家的法师规规矩矩送他往生，啊，并没有探他什么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冷没有。啊，我们遵照印光大师的教诲。 啊，人断气之后，12个小时不要去碰它。啊，他老人家的往生是他的冤亲债主说出来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啊开办了短期的培训班，3个月一期。 啊，有一些年轻法师在学习禅经。啊，老居士这个时候往生，这也是他的缘殊胜。啊，同学们轮班，4个人一班，帮他助念，日夜不间断。啊，有一次，这个法师助念回来了。 啊，回来之后啊，就有了状况。念佛堂里面有个女众，被这个灵鬼附身。啊，这个人叫杜美璇。啊，他还来看过我。 啊，附在他身上，说到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很多啊，100-200人，100-200鬼魂呐，啊，通通都来了，到居士林来了，啊，告诉我们，老居士念佛往生。 他们很欢喜啊！这是虽然过去是冤亲债主，现在也不追究了啊，对老居士往生很尊重啊。到居士林干什么呢？求皈依，来求听法啊，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3皈啊，然后请他们到。 讲堂去听经，啊，他说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不敢进去，啊，最后商量说在斋堂，我们吃饭去斋堂，啊，放一个大的电视机，啊，他要求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啊，我们日夜的给他播放。 2个月，统统没有了。所以老居士往生是从他冤亲债主透露的信息，啊，那肯定没有错误。啊，那老居士生病，差不多是4年呢，躺在床上啊，这个4年的时间，他是真的学佛了。以前学佛不是真的，啊，这是躺在病床上没事情做的，也不能做事，啊，所以就听我讲经。对，我在新加坡讲经那些光碟录像带，那个时候没有光碟录像带，通通搬到他家里。他每一天听经8个小时。 啊，不听经就念阿弥陀佛，这真修行呐！啊，3、4年的功夫啊，啊，我们体会到啊，好像他用这种功夫2年。 他功夫就成就了，啊！因为2年那个时候，他跟李木源讲，他想往生，啊，可见的他有把握了。李木源就是说不行，你如何不能往生？你往生的时候，这个居士林里头人事有问题，啊，只要你在，居士林没有问题；你一不在的话，居士林会乱了。 啊，所以他有延长2年。你看，这生死自在啊！啊，大家需要他了，他可以多住几年呢。啊，到一切稳定正常了，他就可以走了。啊，所以那些人都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临终念佛助念是好事情啊，能不能往生就看那个亡灵他愿不愿意接受啊，关键在此地。助念的人没有办法强迫他，助念人要能够强迫他往生啊，那这个事情好办了。佛菩萨大慈大悲。 临命终时都会强迫我们去往生，啊，这不可能的事情，绝讲不通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就不会被人欺骗。要真下功夫，这个里面真正的关键。 就是第一个，要真正知道六道轮回苦啊！啊，咱们这不是讲地狱，六道都苦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我感觉的是人间地狱啊，活得太苦了，活得不快乐、不幸福啊！纵然有钱有势力，那就像…… 服毒品一样，啊，让自己暂时麻醉而已，那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啊！所以，真正了解六道轮回苦啊，要效法菩萨。 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就对了。啊，在这个里面选择我们的出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求生净土。啊，我们现在善根福德因缘。 也都去做啊！最重要的是怎样克服烦恼习气啊！这是我们眼前关键的问题啊！如何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不下，我们这一句佛号要能够控制得了，真正做到伏烦恼，那就是带旧业不带新业，现行是决定带不去的，为什么？临终断气的人，祖师大德叫我们不要去碰他，不但碰不能碰他身体，他那个床都不要碰他，都要离远一点，不要碰到他。为什么？怕他生烦恼，他一生烦恼就走不了了。这是真的。一般人断气之后，神识8个小时没有离开身体，他有知觉，延到12个小时，这是为了安全，12个小时应该他离开神识离开身体。真正念佛人，念佛功夫有功夫的人，也就是讲，如果真的得到功夫成品，他一断气就走了，那个就是所谓的真心切愿。这一断气走了，功夫差一点也都要有功夫，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还得是有功夫，或者是过去生中的善根，助念帮助他引发出来。他神识离开身体还需要一点时间，不是那么快。我们也能肯定，决定是在8小时之内。所以12个小时，这是很安全的，这才可以碰它。他是不是真的往生？对我们来说，是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自己只要对亡者尽心尽力做到了，功德就圆满了。是不是真的知道他往生呢？我们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他往生到那不就见到了吗？到那个他没见到，他就没往生。他没往生到哪一道里面去，你也能看得到，你也能知道。你还是会照顾他，还是会帮助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你的能力就跟经上讲的一样不但具足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天眼，而且跟佛一样的无眼圆明。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自己念佛求往生才是真的呀！真的帮助你的家亲眷属。不但帮助现前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都能帮得上。你自己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还在分别执着，啊，这都是自己造成的障碍呀，错了。啊，热心帮人助念的人，好事。啊，他着急宣扬这个助念的功德，也是一桩好事。 古人说了一句话：“好事多磨啊！”啊，现在这个世界，做坏事帮忙的人很多啊，做好事不见得有人帮忙，可能还有人障碍你。啊，所以好事多磨。啊，我们自己只要尽心尽力，都是功德圆满啊！这是大乘教里面。 佛说的很多啊，不要在这上面分别执着啊，一定要尽心尽力。所以这里面的一段文字，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要多多的看这个世间苦啊，多读经，多听经。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西方之路，啊，晓得阿弥陀佛是怎样建造极乐世界，啊，他不是凭空想象的，他是参观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啊，舍人之短。 啊，所有一切不善，他都不要；所有一切常好之地方，他都采取。啊，这样建造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建成了，超越一切诸佛刹土，道理在此地。啊，愿文里面所说一切不善的。 都是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有的啊，他看到了如何来修补啊，如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兴起大愿。 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也我们看下面一段，呈现法师曰：“呜呼悲哉呀！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 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厌离心缓了。啊，这个厌离六道轮回这个心呢，缓慢了。报谢师代啊，报是报恩的，对父母的恩报恩的。 谢是感谢，这个念头就怠慢了。古人讲：“怠慢往生啊！”祸在难除。 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下堕落了，啊，堕落到三途了。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有天眼，看到地狱恶鬼的苦果，啊，看到自己父母师长的受报，我们学佛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故妄喜忧悦，上求下化之要，厌苦报德之道，其为在天眼照世者。这话说得很好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厌娑婆世界的苦，特别是六道。 如何报父母师长之恩？那就在求愿往生。真正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是真正报父母恩，也报了师长恩。为什么？父母师长无论在哪一道，跟你缘深，当然你头一个去照顾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天眼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够见到，不是一世两世百世、千世、万世，不是的。无量劫前的父母师长，你统统看到了。那么这些人，我们晓得，有的成佛了，有的成菩萨了，有的还在三途六道。 我们现在佛门的一句话说有缘众生，有缘众生太多太多了。这前面是第一个意思。二者如地际广其一缘，跟前面还是一样，不过说的更详细一点。 如慧疏等也，愿心曰灭我生善，厌苦心净。若尔，则非真途所得之业而已。一般人都是这个说法。 这个愿的发起，愿心就是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发起来啊，是什么呢？是就灭三恶道，生极乐世界是善道。 远离六道轮回，求生西方净土，厌娑婆苦，信极乐净土如果是这个说法，这不是极乐世界所得的利益。 极乐世界所得的利益超过这个太多太多了。今正曰真途所得者，这个真途就是指极乐世界，西方净土才是真正的净土。何有净土？ 其土甚众，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有国土。这个前面我们也都读过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净土。 这个净土是指哪里呢？指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四圣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十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 那是真净土，真净土是平等的。但是这个四圣法界不平等，每一个诸佛刹土里头都有差别，而且还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此地这一段所说的。 这后有净土呢？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够圆具无眼，是以殊心此愿而已。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不一样啊！ 他这个世界里面的净土，我们也跟一般诸佛刹土一样，方便有余土，人家方便有余土的天眼，能见2000世界、3000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人就是这样。 极乐世界能够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有国土，这怎么能比？同时，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四圣法界是净土，这里面菩萨在天眼，但是不是圆觉无眼。 这个里面成了阿罗汉了。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没有佛眼。西方世界的时候无眼圆明，这就不能相比呀。所以阿弥陀佛这一愿。 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在呀，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方便有余土有这样的天眼，凡圣同居土也是这个天眼，因为这个愿文里头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例外没说，那我们就晓得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具足。 这样的理由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是有疑惑，有疑惑你就有障碍，贪嗔痴慢疑。 那个也是说这个事情你对于佛还有疑惑，疑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如果我们对佛菩萨、对经教一点疑惑都没有，那你是善根具足。善根具足的人，成就快呀。 他没有疑虑，那这种人呢，在佛门里面一般称叫老实人呢。老实人好度啊，成就快呀。啊，最难度的呢，最难度的现在是讲知识分子，他的疑问特别多。 每一个问题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听明白呢？未必。他的疑问始终断不掉。要知道本来没有疑问，疑问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你为什么说没有疑问呢？如果你真正懂得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疑问就断掉了。望境还原感没懂啊？为什么没懂啊？有疑问啊，他就不懂啊。没有疑问的人一看，真懂。 真的理解了没有疑问的人修净土，哪个不往生啊？个个往生什么人不能往生呢？作念也不能往生，那是有疑问的。对于经教里面的话，还有怀疑的。 这个在知识分子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没有怀疑我们最初学佛也真不容易李老师在我身上用了很多苦心呢，我很感激他为什么呢？就是不相信。我对经典的怀疑，就是翻译的怀疑。从什么地方产生疑问呢？从古文。 我们念一篇古文，你叫同学，我们10个人念这篇古文，都念得很熟，都能背过，都能够讲解。每一个人把它翻成白话文，你看看一样不一样？10个人翻10个样子，哪一个才是原文真正的意思呢？就摆在面前呢。 佛说的这些经传到中国来了，经过这些翻译的人的翻译，是真都是佛的意思吗？他能翻出几成？能够100%的圆满翻出来，似乎不可能的。你看，这是我们这个逻辑的思想总觉得有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老师给我的回答，告诉我，当年他中国人有福报那是外国人不能比。中国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李老师告诉我，至少都是3国以上的圣人。3国是4头汗。 不是普通人呐，换句话说，有修有证呐。祖师大德里面还有很多诸佛再来的、大菩萨再来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来过，都在亲自参与这个译经的法会这个活动。这是多大的福报啊！啊，而方东美先生给我的那个信心更不可思议。他给我讲，我都不大敢接受。 啊！我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说，当年从印度传来的梵文原本那么多，翻成中国文之后，这些原文经典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留下来？我提出这个问题，问老师。 老师回答我的时候，一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中国古人的自信心啊，那了不起啊，哪里像现在人？现在的时候都是外国好啊，中国怎么都比不上外国人。这是中国古人不是这样，古人的信心实在是太强了。” 啊，他们认为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佛经内容100%的正确，没有犯错，而且呢，翻译成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美，可以代替梵文，梵文可以不必要了。这样的气概，你说很得了吗？ 方老师告诉我的啊，我这些问题2个老师啊跟我讲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啊。啊，我们今人对这现代人对这祖师大德的怀疑，说的不好听的话，这是罪过。 啊！但是谁相信呢？只可以说过来人相信，一般人不肯相信啊！啊，像我年轻的时候，这样这个多疑的，现在普遍都是啊！啊，他没有我那么幸运的，我能遇到好老师。 啊，给我详细的解释，啊，长时间的诱导，啊，到自己深入经藏之后，恍然大悟啊！啊，实在经典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懂，听不懂，看不懂。 啊，你像中国古人讲的“人性本善”，我们好像懂了，其实没有懂。如果真正懂得本善，这疑问就没有了。啊，真正懂得性现识变，这疑问也没有了。啊，我们学了多少年，依旧是似是而非，不能说不懂，也不能说全懂。麻烦就在此地啊！所以，古人给我们这些教诲，我们做不到啊！古人用的方法巧妙极了啊！所以，还原观。 是得头一个，随缘妙用啊，那是真妙啊！啊，就拿文言文这个例子来讲，比较容易体会啊。古人教文言文什么时候啊？ 7岁开始3年的时间到他9岁，文言文的基础打好了。11、12岁写的文章，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要说写不出来，还看不懂。 啊，怎么学法呢？法子是很古板，哎，现在人讲不可学，死背呀，背书啊！啊，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熟背50篇古文，你就能看文言文；你能熟背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 小朋友背得快呀！啊，3年这个金钥匙就拿到了。啊，现在人不相信，不肯用这个死功夫。啊，我们现在都轻视古人用的这个方法。 殊不知，古人这些方法是最高智慧的结晶，这没人懂，不识货啊！文言文的好处，那个功德真叫无量无边呐！啊，用这种方法手段来传递。 思想、见解、学术经验，永恒不变。啊，完完整整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会变质啊！你今天用白话文写，啊，白话文会变，啊，过个1年半年你就看不懂。 啊，不像文言文，文言文永远不变。啊，几千年、几万年不会变，在中国、在外国、在全世界也不会变。啊，只要你学会了这个传统文化了，就是你自己东西。啊，你自己就得到了。 就像这个经上讲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知道感恩呐！啊，你全都看到了，全都听到了，所以下面《愿成就文》里头有一段话说：“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 分是分明啊，了是明了啊，这是五眼里面的肉眼跟天眼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肉眼、天眼做不到啊。啊，极乐世界的天眼啊，肉眼、天眼就有这么大的能力，无量无限。 啊，它的分明，它的明了，它的通达，都是无量无限。啊，为啊，这个等为得一天也，则缘得无言。一个得到，一切都得到啊！这跟他方世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不一样啊！本经第30品，菩萨修持品啊，这里面说，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言，是其正义。一得一切得了，是以能见成速佛果，明照众生，实此生彼啊，既生利恶，常作佛事，是此愿之深也啊！这是讲这个愿无比殊胜的利益。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弥陀这一愿的加持，天眼天耳啊，得这一愿的加持，能量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你能够见到。成速佛果，就是前面讲的普界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成速佛果啊，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你全都见到，你有这个能力啊！你听的能力一佛如是，设放刹土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啊，像前面一样，有作意，有不作意。啊，不作意随便都听到，作意什么特别注意听。啊，特别注意听就非常清楚，这一字不漏。明照众生，这是讲见啊，你见到一切众生啊，在这个十法界里头啊，时此地生到彼处啊，范围缩小来讲六道轮回，范围扩大的讲遍法界虚空界。啊，到哪里去受身呢？缘在做主，哪里有缘，哪里就去了。啊，现在在外国，啊，这些年来催眠很发达，很普遍。啊，在催眠当中，发现有一些人前世是别的星球上来的，不是这个地球。啊，也有在这个地球上升到别的星球上去，这也是又从别的星球上又回来了，有这种情形。啊，这是从催眠的方式能够透了这些信息啊，那在极乐世界你就看得很清楚即生利无，常做佛事，这两句是你学了佛之后行菩萨道、弘法利生的啊，做这些事业啊，做这个事业，心要发得大啊！如果你念念都是念这个地球上这个小圈圈里的众生，你将来既生利无，常做佛事，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如果常常回向啊，天天回向，回向的都是遍法界、虚空界，哦，那你的缘结得广了啊！十方刹土，微尘世界，要这样的法缘。啊，那这样发愿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呢？神足通里面讲变化了。啊，这里还没讲，后面会讲到神足通。你能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啊，你自己的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啊，还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可是你的分身已经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了，啊，去干什么？修福修慧，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啊，普度一切众生，福慧双修这样才能够快速成就你的圆满功德啊，这才说出阿弥陀佛法愿真正的用意啊，改其意为：若为此愿之起，仅为灭恶生善，于厌苦兴乐，此尚非极乐真经果人之实际功德啊！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故，且得天眼呢，皆能圆具啊，圆满具足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是为无眼。这无眼圆明呐。是以能见成速佛果啊，未成速的佛果，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啊。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耀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之利啊！上之年说，后者切近。弥陀本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向好，可以说达到究竟圆满了。修任何一个法门，没有这么简单，没这么容易啊！总是要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得到啊，哪有这么快速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门。啊，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头明白给我们宣布，啊，对于我们根性劣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这么多法门，我们如何选择？佛慈悲也。 大集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你生在如来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几句话太重要了。 啊，我们有所选择了。我们生在末法时期，那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净土第一部经啊。这个汇集本是专门为末法。 之后的9000年，这些苦难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啊，我们中国历代祖师所记载的是3037年。 啊，老一代的祖师大德都用这个年，都用这个纪年。像印光大师、啊，虚云老和尚、地仙老和尚，他们都用这个纪年。啊，跟外国人讲的2500多年了，差不多相差600年。 啊，这些无关紧要。 啊，紧要的是戒定慧三学，这个重要。啊，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戒是什么规矩？你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就不成方圆。啊，一定要懂得守规矩。 啊，守规矩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所以基础啊，这做人的基础佛教导我们五戒十善啊，我们净宗最高的。 修行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佛讲得很清楚啊，在《观无量寿经》上说的，就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菩萨要想成佛。 都要修这3条，这3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你说这个话说得多重啊！第1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是出世界法。你要想成就，你就记住。 孝亲尊师，这2条是根本的根本啊！不孝父母，背思叛道，你的根坏掉了。修再善的善业，你没有根呐。啊，做再多的好事，啊，果报是什么呢？果报是恶道里面享福。为什么他好事做太多？ 为什么到恶道它根坏了？啊，你像我们这佛经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提婆达多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背思叛道啊，处处跟佛作对呀、啊。他想把佛害死，他自己去事先成佛啊，啊，这个堕地狱了、啊。 但是他也做了不少好事，真的好事。所以佛告诉我们，提婆达多现在在阿鼻地狱，过的什么样生活呢？跟忉利天差不多。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哎，你再看那个小动物，你看这个人。 做了坏事，啊，他犯了这个过失，啊，他堕畜生道了。他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啊，利益众生的。你看，他现在变成宠物了。哎，虽然是个畜生，他快乐无比呀、啊！啊，多少人疼爱他了，多少人照顾他了。那、啊、死了以后，还有人给他送终啊，还有人给他筑个坟墓纪念他了、啊，有福报吗？做好事吗？啊，那有些人我们看到，好像修这个修得很好，升天了。啊，这佛在经上讲的。 有些天人生活很贫苦啊，还比不上世间富贵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啊，经教上讲的，引业跟满业不一样。引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的，那个业叫引业；满业就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属于满业。哎，你这个。 我喜欢帮助穷人，用钱财问你，你来生得大富大贵啊！那你到这一道来的时候，那你是无戒啊，不杀生、不偷盗，这五戒能修得好啊，他是这么来的啊，五戒是善啊，要引业引导你到哪里去。 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福报啊，啊，人天的大福的时候是孝顺啊，孝亲尊师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把这一条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 啊，孝亲尊师，弟子规也。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修持善业。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这三个根非常重要。三个根扎稳了，你是圣贤的基础。 你要学佛，你就成佛成菩萨；你要学儒，你就成圣成贤；你学道，你就成神成仙。决定能成就，为什么？你有根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根，你就成就不了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经中彻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这是第八天耳通略天耳通，又名天耳智略智通这个智字在前面跟诸位做过报告，所有六种神通都是智慧起作用都是智慧起作用这个智是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它在眼就是天眼通，在耳就是天耳通这是天耳指色界住天人之耳根天人指色界天四禅天的天人，能闻六道众生语言即远近粗细一切之言声那我们晓得一般的天耳通四王天就有了，但是能力不大，它有范围一般讲来呢都是以忉利天为标准欲界想忉利天、四王天必须作意才能真正这六道众生呢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了，不是对上对下你比方忉利天以下的他能看得很清楚看人间看得清楚看过鬼道地狱道都能看得清楚音声呢也能听得清楚远近粗细的音声会疏乐天耳通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言语音声无容也无容是没有障碍，这一愿呢未以经文各种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若由他诸佛所说不系受持者不取正觉这是魏是康僧铠康僧铠所翻译的这个本子在中国日本流通都非常广这个本子里头的原文是刚才念的这几句他特别提到的是呢是诸佛所说你能够听到百千亿若由他诸佛所说也就是无量无边诸佛在自己刹土里讲经说法你都能听得见而且呢能习受持这个习字可了不得你通通都能听通通都能接受这个了不起我们听只能听一个另外一个就把扰乱了那就下面那是障内障外我们的这个意志集中起来只能注意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注意到很多方面这是我们障碍那是章内章外都能通的时候，那就障碍就没有了啊。同时可以接受到许许多多的音声呢，通通都清楚，一点都不搅和，这不可思议。这不是几个人呢，啊，不是几十人、几百人呢，而是百千亿都有他祝福。大概像现在电脑一样，比电脑厉害，电脑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啊，它能够通通接受，啊，而且都能够受持。闻法是开智慧呀，啊，见佛是修福报啊，啊，唐乙的这段经文，过中有情，不获天耳，乃至不闻，亦若有他，百千余善那外。说法者不取证据，跟魏译的意思相同啊，准上可知，极乐天这个天人之二通，远超而成啊，那阿罗汉辟支佛不能比，差太远了。不但普闻十方音声，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啊，就极乐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小本弥陀经上讲的。啊，升到极乐世界的天人。啊，都有能力我们今天所谓的去朝拜十方诸佛如来啊，多大范围呢？佛告诉我们是10万亿佛国度，啊，这些我们现在都知道，方便说，啊，说10万亿佛国度啊，这个意思就是，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是10万亿佛国度，啊，那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想回来看看地球上这些亲戚朋友。你天天都可以回来，而且速度很快，啊，真的一弹指之间你就到达了，啊，用意在此地，实际上不止，啊，10万亿，这个距离太短了。像此地所说的，啊。百千亿闹由他诸佛世界啊，不止10万亿啊！你的6种通的能力全部都恢复了啊！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一般宗教里面赞叹真神的话，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啊，全知全能啊，啊，这是说的自信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的人啊，才能到这个程度。啊，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以上，啊，他们住10报庄严图啊，他们已经超越18界了。我们看幕后这一段，陈宪曰：“此通至要啊！啊，这个天耳通啊，非常重要。” 是地狱众生之苦，恶鬼饥饿之甚呢？闻之，具憎大悲之心。你真正是听到了，你的大悲心就升起来了，啊，是这个意思。 乾闼婆、紧那罗啊，天地之乐声，所弹琉璃之琴，其音普闻此3000大千世界之乐。啊，神仙诵经之音。 闻之，常乐极尽之动，啊，这个动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是举忉利天竺啊，他的乐声。 现在礼没有了，古时候的礼乐非常重视，啊，有主礼的，有主乐的，啊，这好像乐队里面的队长一样，啊，乾闼婆跟紧那罗都是乐神。 啊，他们所弹的这个琴，啊，弹的音声，3000大千世界都能听得到。啊，神仙诵经之音，啊，这是指道教的。洞府神仙所栖息之处，啊，他们修道的地方，都能听到。 啊，不必离开，就是3000大千世界，他有这种能力，啊，这个天耳能够听到音声。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也曾遇到过一些人，他能听到我们一般人听不到的音声。 音声当中传递很多信息，那真的是假的呢？现在的社会是有史以来啊，整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混乱。 所以，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常常遇到啊。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我们从佛法上来说，佛法讲。 众生有感，佛菩萨才有应。除佛菩萨之外，所有妖魔鬼怪，连鬼神也不外乎感应道教。啊，你没有感，他不会来应。啊，同一个道理啊。那是吉是凶啊，是善是恶，是祸是福，全在你自己一念之间。 它好像是个中立的，你以善念去感，哎，它是善的；你以恶念去感，你贪嗔痴慢去感，它就是恶的。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道理啊！啊，我们遇到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 念佛的人最好的心态是阿弥陀佛。你传来个信息，是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如果你要是趋吉避凶，他说这个地方有灾难，哪个地方好的时候，你可能会上他当了。啊，你要听到这边如如不动。 啊，阿弥陀佛，以清净心啊，无分别心啊，我们这个经题上告诉我们嘛，以清净平等觉去应对啊。 不吉祥、灾难的信息都可以化解啊！如果我们是以贪嗔痴慢这个念头来对它的时候，啊，就是好事可能也会变成坏事，这个道理要懂啊。 啊，因为学佛的同学可能会常常遇到啊，幕后这一句是：宽诸佛说法，闻喜受持，菩萨对谈呐，听病可良哉。 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么多殊胜的事情啊！啊，诸佛说法，你都能听见。你可以同时接受无量法门啊，而且真正是一闻千悟啊！ 啊，这是什么呢？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就快了啊，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学几十年，未必有成就啊。 不如在极乐世界几天，超出我们这太多太多了，啊，没法子比。啊，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你就会一无所求。啊，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福报，多做点好事，给谁呢？ 给现前这些苦难众生，为他们做的，啊，与我呢毫不相干。啊，我们一心向往的是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这才真能去得了。啊，这个世界还有留念，去不了了。啊，要想到啊，世尊当年在世啊，你看他怎么教他的学生。 啊，晚上休息，树下一宿。啊，不准你在同样一个树下的时候住2晚上，为什么呢？怕你起贪念。哎，这个大树阴凉很好呵呵啊，明天还到这儿来，你就起了贪心了。 要把你的烦恼习气洗涤得干干净净，这很有道理啊！啊，为众生、为戒引众生做，这正确。啊，要是为自己丝毫名利心掺杂的，你就错了。 啊，听菩萨对谈的增长智慧，啊，肯定有很多的悟处，啊，过去未来所遇到的问题，通通能够化解。这一愿，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我们再看第9愿啊，他心同愿。这一章就这些意愿啊。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这一愿。 我不知道啊，同学们读了之后有什么样感受？我读这一愿就汗毛直竖极乐世界有多少众生？ 那个数量说不出来。我们这个地球上说人啊，单单说人，差不多将近67亿。这个众生要包括畜生，还包括恶鬼、地狱。 还欲界天人哦，那这个众生数量可多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所里头只有人天，6道其他的4道都没有啊。可是这人天2道的数字。 也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啊，你想想看，10方诸佛刹土，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有多少？啊，一切诸佛如来都在那个地方替阿弥陀佛招生。 都在替阿弥陀佛介绍，替阿弥陀佛介绍，那去的人多少？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之同，都有能力知道一闹有他百千佛刹，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刹在内，我们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这不是小事啊！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啊，人不能做坏事，不能有不好的念头。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那一点小通，跟极乐世界的人不能比呀！ 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极乐世界的人全知道，没有一个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这个里头就因果。 过去，我们在娴熟过失《望境还原观》里面读到，那是自信的本能。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得到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几乎将性德圆满的恢复了。我们跟《还原观》上对照一下，就明白了，这个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三种周遍，那三种周遍是说什么呢？一念呢？一念里面有形。 这是有物质现象，同时也有精神现象，五蕴具足，色受想行识，一念具足五蕴这也许就是现在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小光子。 他具足五蕴，这个具足五蕴这桩事情，科学家没有佛法讲的这么详细，那个一念，那一念是什么呢？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千年”，32亿8千年当中的一念。 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呢，周遍法界。那我们看到这个他心智通就不稀奇了，周遍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 含容空有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所以我们从还原观上来看呢，好像整个宇宙是一个网，像一个圆球一样，它是网络，它全通的，任何一点都这四通八达全部都通，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回归自信。换一句话说，自信里面这一些德能、相好，全部都恢复了。啊，《华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啊，我们今天病在哪里呢？病就在妄想执着。啊，我们这个经题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执着放下了，不再执着了，清净心现前，不再分别了。 平等心现前，不再起心动念的大觉现前。这个大觉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是自信的本能呐！啊，确实圆满的智慧。 啊，一切德相的基础，一切德相的本质就是智慧。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物质现象的基础是什么？是意念。 啊，换一句话说。 从意念变现出物质，啊，意念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他说无中生有。意念的基础其实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觉叫智慧，迷了叫阿赖耶，这意念不觉了。 而有无明，这无明就是阿赖耶。啊，是智慧起的副作用。啊，意念迷了，意念迷不怕了，怕的是什么？念念迷就怕了。 啊，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要觉得快。这话说的容易，话说的没错，可是迷了之后，要想回头，真难，真不是容易事情。啊，阿弥陀佛给我们想出这么个方法，就用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念头一起，立刻回归到佛号，这是净宗法门无比的善巧方便。我们能把这桩事情掌握住了，办好了，这一生就成就了，圆满的成就。 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学佛，你要去往生，你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没有相当的认知，总是有困难。怎么样认识他呢？释迦牟尼佛慈悲呀，祖师大德慈悲呀，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啊。 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真把它念懂了，把它念通了，啊，怎么样念才能念懂？齐素云居士给大家做了个好榜样， 10年就念这一部经，啊，他的念法呢，他是听光碟，一个光碟1个小时，一天听一篇，这一篇听10遍，每一天听经听10遍，啊，10遍其实就1个小时，啊，10个小时就听一篇。 这是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啊，这一部经听完了，从头再听，10年不间断。啊，这就叫持戒。啊，我们常常想。 普通的人，啊，不识善根很深厚。普通人，啊，能真正这样做法的，应该3年4年就得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换一句话说，你那个烦恼、妄想、习气能扶住了，啊，3、4年就能扶住了，再有2、3年就开智慧了。 啊，开智慧自己就通了，通了怎么样？通了还是守规矩，我要念满10年。啊，这叫老实啊，这叫真干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这个世间众生需要他来帮忙，他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没事。啊，给我们做了好榜样。 啊，我们应当这样的学习。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也真正能帮助别人，啊，化解灾难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